一毛多一根，一毛多一根。这个香薰艾条呢，今天老弟呢就卖一毛多一根。我知道我这个视频一旦发出啊，就会得罪很多同行。同行呢，你爱咋说咋说，我卖的心安理得。哥姐们啊，不要再去拍别家9.9发30根的香薰艾条了。现在呢，厂家自己卷自己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50根，还不够。另外呢，老弟还能刮一张2块钱的优惠券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7.9给咱发50根香薰艾条，并且呢送2个小底座。咱家这款香薰艾条呢是非常环保的啊，外面呢是一层牛皮纸，里面呢就是纯植物制作的，点燃之后呢散发出淡淡的艾香味，成分温和不刺鼻，像咱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啊都可以放心使用。并且呢它是一款4季艾条啊，不单单光是夏天可以用，咱春夏秋冬啊每个季节都是可以用的，就光这50根啊就够咱用好长时间了。像咱家里的厨房、卧室、客厅、卫生间啊，隔三差五都可以熏一熏，温和不刺鼻，特别好用。而且呢它是不挑任何场合的，咱室内室外都是可以用的。关键呢今天这个价格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，厂家直接卷到了9.9给咱发50根。另外老弟呢挂了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7.9给咱发50根香薰艾条啊，并且呢送2个小底座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咱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敲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爹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7.9给咱发50根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